你看我在过去在讲习当中，我劝人修福三桩事情，印经决定是好事，没有副作用的，没有弊病的，帮助病苦第三个是放生，这是我极力提倡的吃素放生呐，我也是修忏悔呀。小时候喜欢打猎嘛，煞身很重，这个煞业很重。就学佛之后明白了，尤其读《地藏经》知道这个煞业果报太严重。所以读了这个经之后啊，就不敢再吃肉了不但选择素食，而且全心全力的放生修忏悔法，这个三桩决定是好事决定呢没有这个恶的影响。